小姑娘，这个月的保护费你没有交够，你要是还想在这做生意，就赶快交钱。可是之前约定的不是这样的。少废话，你想挨打吗？喂，没人教过你不要对女人动粗吗？尤其是不要当着我的面对女人动粗。好帅呀、啊、混蛋，少管闲事。先生，谢谢你。不必客气，美丽的小姐，我是凯撒，凯撒加图索，很荣幸能为你效劳。那个，刚才我也帮忙了。如果不嫌弃的话，就来尝尝本店的章鱼小丸子吧。元君，我突然很想知道，你有梦想吗？梦想吗？不怕猪，还是放不下家主地位吗？不，蛇旗八家存在的意义是协调黑道的平衡。如果没有蛇旗八家，那黑道将会是怎样混乱的局面？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势地位，但我不能为此动摇家族的根基。老大，就是这几个混蛋。难道是本家的人？对不起啊，我们这就滚，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出。好了，今晚玩够了吧？明天还有 SS 级任务等着你们呢，现在应该回去休息了。这就要结束了，真是无聊，我才刚刚进入状态呢。那么明晚任务结束之后，一定要敞开了喝一顿。真的不知道你们是太蠢还是太自信，那可是从来没人能够生还的黄泉之路。不用担心，我们可不是来送死的。甄小姐，结账。哇，老大，你什么时候记住他的名字的？今天给凯撒先生添了这么多麻烦，已经很不好意思了，不能再收钱了。如果凯撒先生愿意的话，希望以后能够多多光顾。能走到我面前，敌人比我想的强，你酒量不错，
有个漂亮的助理，对车的品味也很好。更重要的是，你有男人的责任感。啊，过奖了。哎，男人就是要像我们这样，即使背着山也要波澜不惊的说话，承担责任是男人的天职。哇，老大，你也开始说这种话了，不要那么快就被极大文化感染了好不好？笑。哎，我觉得我们从现在开始可以称作是朋友了，任务结束后我请你出席我的婚礼。忽然间我就变成了家徒所家的贵宾了。岂止贵宾，我们的友谊坚若金刚啊。元君，老大，元君快来啊。神经病们的友谊看起来真廉价，不过偶尔当个神经病也许还不错。但愿我们的招待还令各位满意。刚接到消息，疑似初代种的龙族胚胎更活跃了，我们已经封锁了附近海域，请诸君立刻随我前往须弥座，并乘坐迪里亚斯特核动力潜艇下潜到海沟深处。听起来就让人热血沸腾，有没有具体的作战方案？将会在潜艇上配置核弹淘汰狼，虽然被称为核弹，却是通过精炼硫磺和水银腐蚀来对龙类造成伤害。淘汰狼，这名字好 Q 啊，是不是还有一枚叫犬夜叉的？没有，那边是各位的行动计划书，可以先熟悉一下流程。目前的任务目标是，如果胚胎存在异常，立刻抹杀。没问题。可以。我有意见，可不可以不去？我可以帮你们遥控潜艇。老大，我准备完。既然都已准备完毕，现在就请各位随我到须弥座吧。现在容我邀请诸位欣赏岩流研究所和完山建造所合作的项目不臣之须弥座，一共16具铁锚把这个浮动平台固定在海床上，它是本家的海上堡垒。我很喜欢这样的世界，但世界不喜欢我。
用不着这么气派吧？怎么感觉像要打仗一样？这就是日本人的方式，每一件事都是打仗，永远逼自己站在悬崖边缘，这样反而能活下去。就像持剑一样，握住了剑柄，就永远不要松开。迪利亚斯特号，压力测试完毕，推进力系统试运转完毕，全开关全负荷，准备。检测工作已经完成，深潜器状态良好，先去集合小组准备下潜吧。神话完全就是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的传家史嘛，而且还说天皇就是神的后代。日本历史上有过龙族复苏的事件吗？我联系 Ava 查过，日本境内完全没有龙族文明的痕迹。日本是全世界，日本境内没有龙族文明，那混血种从哪里来？没人知道。日本的混血种就像日本神话一样，至今都是个谜。但愿我们今天下潜能找到些线索。袁志生那边的检查好像已经完成了，让我们来创造点历史吧。我们为诸军准备了特制的深海行动服，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在海中的行动，请在下潜前完成更换。错吧，装备部那群家伙也不是只会制造爆炸物了。深潜器已经准备就绪，行动可以开始了。你会将我们拉回来的，对吧？据说海女们潜到水中采集珍珠时，会在腰间系一根绳子，遇到危险时，他们相信亲人会拉他们回来。我们是朋友，我一定会拉你们上来的。这就是男人的约定了。好好准备庆功宴吧，我的朋友，我可是要寻日本最上等的清酒和最新鲜的海产。昨天的招待很好，谢谢。
萨小组注意，如果你门，极渊中怎么会有门？11年前，曾经在格陵兰岛发现了类似的胚胎，下潜，全军覆没。警告：深潜器故障，深潜器故障。深度2400、3650，下沉速度太快。啊！格陵兰小组是不是也这样出师未捷，瞬间死了？空气阀门，快切断阀门，留住舱内的空气。死里逃生啊，老大，我们先回去把这玩意修理好，再来深海一日游吧。不能返航，那个胚胎随时可能孵化，我们必须立刻销毁。这突然而来的使命感是什么鬼啊？那个沙胚居然不听指挥，现在怎么办？我们要跟上去吗？家徒所家的男人从不退缩，今晚这个地方注定不会平静，我们也做好变成沙胚的准备吧。楚子航，我才是队长，听指挥啊你！我发现了一些事情，很重要，跟我来。喂喂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看那边，那座巨塔。那是什么？不可能是人类的东西，人类绝不可能在8600米的深海中造这样的巨塔。不好说，是007的海底城也说不定。小心，林佑听到有许多心跳在向我们靠近，准备战斗。
这里太不正常了，有异乎寻常的东西重构了生态环境，这些都是蚜种吧？应该都是，携带龙族基因的生物才能适应这里的极端环境。运气不错，我们直接掉到了古龙的领地，省得到处找他。这也能算运气不错吗？外卖千里迢迢开着潜艇把自己送到，龙一定很开心吧？那边有东西，再过去看看。看这个东西，那些像是文字。看，如果在这，真是匪夷所思。我们分明来到一座龙族古城，却是日本风格。全员打开严林林室，仔细调查一下。那些是文字吗？看着跟韩文没什么区别。我们联系 Ava 辨认一下吧，不然又要变成别人家的了。Ava， 根本不得通，希望他如果文字资料能帮我们弄清楚那名黑太的身份，将来给别人讲故事的时候也就能叫得出名。这么深的海底简直见鬼了，我不要走在最后面，电影里都是最后一个人先失踪的。放心吧，如果你失踪了，我会出钱把整个日本海翻过来的。确实有点不对劲。陆明飞，你去前卡塞尔学院、凯撒小队都有，出发。搜索到匹配的目标，意思是诸神聚居之地。老大，什么是神代文字？据说是从日本神话时代流传下来的文字，所以叫神代文字，因为与日文完全不同，一直被神代文字可能根本不是日文，而是另一种史前文字，一种源自龙文的象形文字。那日本人的神岂不就是龙族？日本人现在所说的神族其实就是龙族。日本神话史其实就是一个龙家族的历史。这么说来，
蛇旗八家是混血种。看前面有一艘沉船，我们靠近些，找些更详实的证据。胸膛，抓出他们的心脏，来复仇的时候了。